早上好，今天是2025年8月15日，天气晴朗，最高温度46摄氏度，最低温度15摄氏度，早晚温差大，请注意添衣。凌晨最新消息，全国各地持续高温，平均温度超过往年同期5摄氏度。一只北极熊出现在金川市街头，引起了市民的关注。搜索北极熊新闻。近日，一只北极熊突然到访本市，许多市民在唐田工厂隧道附近、京北大学足球场，甚至市中心等不同区域目击到了这只北极熊。许多市民仍然表现出了对自身和北极熊安全状况的担忧，同时有市民注意到这是一只蓝色眼睛的北极熊。目前动物专家已经介入查询它的来历。是他，一定是他。下午，又有市民在本市中心公园目击到了北极熊。本市已经持续了一周的高温天气，而北极熊是生活在高寒地区的野生动物。记者采访的多位野生动物学家都表示担心这只北极熊的健康状况，市民也纷纷表示希望可以尽快找到并弄清这只北极熊的来历，帮助它安全回家。一份最新的研究结果显示，持续密集的人类活动已经造成了全球性海洋环境恶化，给依赖海洋的野生动物造成巨大的生存压力。Pauline，是我。我就知道是你，所以我就立刻赶来了。海洋生病了，北极也越来越热。你们的家正在被破坏，你放心，有我在，我会让更多人都知道你们需要帮助。快回家去吧，我知道我们该怎么做。再见，柏林。再见。我要替柏林告诉你，海洋是许多生命的庇护所，也是减缓气候变化的关键防线。我们需要更多的海洋保护区来恢复海洋的健康，需要从现在开始行动。满怀无奈，却容了你美来。谁能听见我的呼喊？我是北极熊，无力感慨，却抵挡不了离开的。